越講越掂，睇嚟掂唔掂？哇，掂到碌嘅係嘛？掂到碌嘅。OK， 歡迎大家來到廣東電視台珠江頻道，全球最火爆的粵語節目《越講越掂》。大家好，我是吳霞，我是阮星航，耶、yeah, ，歡迎大家。有冇跟住你 channel？ 我哋應該講廣州話先啱噶嘛，係嘛？咁啊，全新一期嘅《越講越斷》咧，又同大家見面啦嚇。今日咧就率先見到咧，哇！即係殘眼好緊要啊你啊！就是很閃亮。係啊，同埋做咩擔張凳仔同我做節目咧？因為這樣顯得有優勢。係，咁都唔使踩張凳仔嚟啦。咁都唔係嘅，其實你裡面有個凳仔啫嘛。係嘛？OK， 那麼其實講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啊，是叫農耕有關的。其實最近我有學一句俗語。點樣？還是真跟農耕有關的，叫做收田冇人耕，肥咗就俾人憎。你再諗清楚，好似唔係咁講嘅噃。係喎，係咁講㗎，係收田有人耕，肥咗之後就俾人憎。唔係啊，係收田有人耕，肥咗之後就黑人憎。係咩？係啊。哦，嚟多次啦。呢句話咧係專門我嚟形容你呢隻款嘅。係咩？就係叫收田就冇人耕，耕開就有人憎，憎下憎下就黑人憎。討厭。哇！真係。OK OK。好啲。唔係即。其實正確到底唔係由此反映咗咧，就學似你呢啲咁樣嘅外來人咧嚇，學一句粵語咧，完全係跟個音，你未理解嗰個意思，所以你完全唔知呢句話係講乜嘢。知道呢個意思之後咧，你就可以即係好完整、好正確咁講出呢句説話。嚟多次啦！正確講法就係收田冇人耕，耕開有人爭。哦，收田冇人耕，耕係冇人爭。算啦，我哋都進入下一 part 啦嚇，馬上。咁啊，的確，我哋今期咧會同大家分享好多咧，就關於農耕方面嘅粵語知識嘅嚇。OK。咁當然我哋兩個唔係專家，我哋有大師級嘅係嘛？哇，犀利啦！馬上請出呢兩位嚟自香港嘅師弟夏宇老師，嚟自廣東嘅粵劇導演、編劇何篤忠篤爺，有請兩位。多期的嘉宾啊，这一期的嘉宾是颜值最爆表，还最老的，冇颜值最爆表，心态最年轻，我真系最老啊，阅历最深的，唔好用个老字啊，真系最老啊，系智三，因为你哋两个未嚟之前咧，呢个台度企埋咧，未试过超过300岁嘅，哇，系啊，而家终于可以超过300岁啦，定啊，系啊，我就算冇咗旁边呢4个都超过200岁啦，咁啊系啊，读读嘢嗰个读嘢一个占咗份量多啲，哇，喂咁啦，喂，即系咁多年冇听你两个夹埋一齐唱粤曲啦，我哋今日讲啲农耕嗰啲嘢，可唔可以都唱翻几句，唱个主题得啦。唱支戏义节歌嚟，系啊，农家嗰啲啊，对啦，青谷铁嚟啦，嚟啊，嚟啦，铃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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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叮，春雨惊春青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啊降，冬处雪冬就是小大寒，哇，24个戏节睇晒入边啦。睇曬啦！咁啊，要大家翻去查一查頭先嗰啲歌詞裏邊咧，係有邊24个氣節？寫封信嚟邊電視台啲主持人？唔係24个氣節就永遠都係嗰24个氣節嘅啫。關鍵係你哋有冇唱準嗰24个氣節？唱對一對嘅，唱準唔緊要嘅，我哋字幕一定係準嘅係。啊！咁呢個時候我哋用最熱烈嘅掌聲歡迎140几岁一齊過去嗰邊。好，謝謝兩位，請坐坐。四位选手也是都有来头的，第一位是一位国际友人，是来自国外的，有一位奥巴，这位奥巴不单识讲粤语，仲识讲些少中山话添，我都好好奇点解会咁样呢，有请韩国奥巴，有请李夏蓉，大家好，欢迎收睇我哋珠江频道的越讲越掂。飞人呢？啊！听说你有一个梦想在中国演明星梦。当个外籍艺人，并不是明星太不敢当了。外籍艺人，对对对，艺人红了就是明星了。唔使讲得咁文绉绉嘅，你其实就系希望利用你嘅身材样貌过嚟中国揾下食。系啦，都系大概咁嘅意思。系咁啊，头先咧我见到你咧，你讲啲中国话咧吓，啲粤语咧就有啲味道嘅。
咩味道？有啲乳鴿嘅味道。哦，來自中山。我之前喺中山嗰邊，中山市嗰邊讀書啫嘛。嗯。初中、高中差唔多五年，直接喺度讀書。那這樣好不好？你說幾句中山話。啊，中山一個地方叫石岐。石岐乳鴿，我知道。乳鴿好吃。呀。廣州話，你食咗飯未啊？係咪啊？但係咧，呢石岐話咧。你食咗飯未啊？咁啊，你食咗飯未啊？哦，教你講呢句説話嗰個，我聽得出一定係個女人嚟。點解咧？因為你唔係佢頭先嗰啲語氣就係一個女人嘅語氣啊嘛。那男人語氣應該怎樣？你食咗飯未啊？男人食飯未啊？咁噶嘛？冇食啦。係，話啦，呢個係男人唔係。你推嘢做咩啫？係，冇推我哋係代表友好，我哋廣州推人就係代表 friend。係咁啊。係。好。係。好。係。係。可愛，我覺得他真的有做藝人的潛質，反應很快。並且在咁多個韓國歐巴上嚟咧，佢係屬於顏值好高的一個。哦，呢個有啲似阿杜敏俊熙嘅感覺啊。哦，是的。好，那麼剛才聊了這麼久啊，那個我們需要進入正題了。考試時間到咯，對不對？嚟噶咯。好，30秒時間計時開始。第一個禾杆草，唔識就飛啦。禾杆草。飙车，飙车，你要解释俾我听咩意思啊？唔系嗌你复述我嘅说话。一多招系咩意思啊？食招，一多招，你唔好以为有招就系。快快快快！十秒钟啦。心知唔知系咩嘢？心酸。抽筋菜知唔知系咩菜？抽筋那个菜，唔系嗰只脚。最后一个山窿知唔知咩意思？不知道。死咯！有啲失望喎，你頭先其實咧用粵語同我哋對答如流噶，其實我覺得你溝通到噶，但係講到啲俚語方面嘅嘢咧，你係一個都答唔出喎。阿榮，因為咧已經我驚到鼻哥窿嘅喐都冇啦。哦，鼻哥窿，鼻哥窿你知乜嘢？山窿你唔知乜嘢？山窿啊？就係山裏邊嘅窿啊！係咩你答啫？又啊，真係多嘴嘅啫。山東啊，即係山東嚟嘅。好啦，咁啊呢個啊真係唔知點講好啦嚇，交俾我哋兩位嘅老師。喂，佢呢個出場都好喎，居然真係一題都冇，穩陣啦，打咗底先，後邊嗰啲係定啊，後邊嗰啲，佢唔係專登噶。其實佢喺中山生活好長時間㗎。係啊，喂，咁用石岐話嘅標準嚟比分就好啲喎，即係佢著數啲喎。咁肯定，但你今日講廣州，講廣州話，咁你話啦，我話初嚟報道都唔知點比分嘅，俾到1200得唔得？還價1100啦，1100喎，唉，幾多一點？给多一点吧，两位帅哥。给多啲喎。韩国人拉人嘅手势好奇怪。系啊。给多一点啊。唔该平啲啊。一锤定音啦，1200啦。1200。OK。好。1200。咁差唔多。耶，不错啦，谢谢，请就位。请埋位。我哋马上请出今日嘅第二位美女，来自四川，佢系子瑜。大家好，上次节目以后呢，我很多同事呢，很多都已经看了，他们不是都笑话我吗？经过一年的这个学习粤语，去努力的去倾听人家去讲这个粤语，我的水平我觉得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了。说粤语，最简单的词儿你想学什么？在哪里？你喺边度？那个做什么是怎么也？怎么也？哎。那大家也看到了，我现在可以用我这个粤语的水平去跟我的同事普及以及交流这个粤语的文化。这一次我希望是能够拿到第一名，而不是最后一名哦。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我是子瑜。嗯。有没有发现他讲广东话？刚才那位是中山口音，啊，这位是四川口音。哦，四川哪有广东？有，你不信叫他多顺。四川话怎么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叫子瑜。不觉得有一些意思差不多？嗯，阿子瑜喺四川一个人咁走到嚟广州，你做咩嘅咧？其实做嘢。做咩嘢？我梗知你做嘢啦，唔通嚟到广州黑食？其实咧，我都好中意中。好中意。中繼嘅傳統文化，你看四川話定廣東話出嚟？你唔好方便多，而家問你做咩嘢啫？關你中意中國嘅傳統文化咩事？學習醫學啊，學習醫學，醫學哦，
中国的传统文化易学。哦，周易。对，周易易学。啊，易经。哦，易学。系咪嗰啲易经？唔系易有我，唔系易有我，易有我。Sorry。好了，听完咁多，嚟试下咯。嚟咯，快问快答，计时开始。第一题，上昼系咩？嗯，上昼啊。上面。下昼咧，唔系晏昼咧。暗咗唔覺，又唔覺啊！啊，燒雞知唔知咩？壽司啊！大招食過未啊？大招。大招。大招牌。天哪！萬壽果知唔知咩水果嚟嘅？喂，再說一次。萬壽果。時間不多。三。最後問一個。仙女果。唔係，最後問一個定式嘅豬乸知唔知係咩？豬腩。豬知唔知係咩？豬啊！豬乸啊，唔知豬係嗰只豬啦，咁豬乸係咩意思啊？都唔知啊，都唔知。子如，我天哪，你就學咗半年，怎麼回事？你仲話嚟喎，我真係好失望啊！對。好啦，兩位考官，我非常之替你哋擔心，因為今日個學員連續上嚟兩個咧，即係水平好差。交白卷都是零分。係啦，佢哋最關鍵就係咩咧？對粵語嘅一啲俗語嘅詞。组唔到，就唔系语音问题，上昼系咩？你知唔知啊？唔知。上午啊。我以为是上面。下昼。下午。晏昼。中午。中午。对啦。系啦，咁啊，仲烧鸡就系广东人，就有一个烧鸡里边有用啲嘢嚟织咗好疏嘅，我嚟装嘢嘅，叫烧鸡。即系好难啦。大蕉就食嘅香大蕉。萬壽果是木瓜，木瓜，木瓜啊！豬乸就一定不是你啦，因為豬乸就生過很多豬仔嘅。母豬啊！咁你最多都可以叫做豬女嘅啫，唔可以叫豬乸嘅。你睇得出佢尚未生仔女咩？不，生咗個苗條都當佢冇生啊！瘦肉豬嗎？不是，豬乸就是女的豬。母豬。不過咧，呢個就一定不可以俾高分啦，因為你上次嚟過之後。居然對我哋嗰啲題目係一條都答唔中，咁都算經典啦。但你好靈喎，佢搏到你冇聲出啊！係啊，我給1100。1100 ，OK。咁1100咧就合理嘅，但係問題頭先嗰個一題又答唔中，人哋又1200，呢個又靚，一題答唔中啊，冇理由1100噶嘛。中間落咁啊，都係1200啦。同意。OK， 1200分，謝謝。歡迎子瑜。接下来两位可能会给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因为他们都是长时间在广州待过的。这个就我觉得一定没问题啦，这个长期拍紧啲广州话嘅电视剧，系嘛，识到嗰班全部都是老广州，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多多少少都识好多嘅。有请外来嘅著名演员戴安娜·侯连露，有请。陕西美别就系苦。要除真蒲要烦恼，我飞入啲外来牙，解痛牙崩牙碌碌牙碌碌。大家好，记唔记得我？我就系戴安娜。你哋以为我系美国人，其实唔啱嘅，我就系德国人嚟噶，就系读书学噶，有本书。非常之好，是今日粵語。咁我睇書度幾好，但係聽人哋講我就看唔到。去拍戲嗰陣啊，就會講錯好多嘢。譬如講啊，老爺，我同人哋話老爺，佢哋話唔係老爺。所以咧，都係好唔容易嘅。咁同而家個菠蘿仔唔一樣噶啦。我真嘅菠蘿仔叫做王神，即係佢咯。耶！哇，今次參加粵港熱點啊，我好緊張啊！大家考我廣州話，哇，好驚啊！歡迎，丹娜。好犀利喎！因為我同戴安娜做過好多次節目啊。哦，原來因為佢上嚟呢個節目咧，我覺得有啲欺負嗰兩個嘅。因為他廣東很厲害。佢唔單止廣州話，他語言天分很高。真的，除了會廣東話，會中文。德语，还会什么地方的话？其
其實我不想他是韓國人啊。他知香港仔，我考一下他。哦，안녕하십니까？저도옛날에한국에서공부했어요。와와와와와！도시무슨도시인데알수있어요？他说。你好，我之前也是在韩国的时候留学读书这样子，然后他就最后就跟人说，你听得懂吗？这样子。哦。哇！你真系韩国人嚟噶，犀利！原来你系嚟帮我哋证明佢系韩国人嚟噶。那谁来证明一下你是德国人？即除咗头先讲几种之外，仲有。嗰度有一个人可以考我。你叫佢用德文同我講，啊好啊，睇下識唔識聽噶？誒嗰個點解個樣唔似你嘅嗰個？佢係你嘅我個仔，係啦。一睇就親生啊呢個！我哋要揾呢個小朋友用德文考考啊戴安娜嚇。Hello, Mama, wie geht's dir? 啊 ，skip 咩間 school？ 佢問我點啊，好唔好嘛？哦，太簡單㗎。咁佢好唔好？佢係咪一個好媽媽？好。有咩好 ？She sleep。哦，我好對佢好好親佢嘅。哦，喂，係咪㗎？你唔好幫我哋唔識聽聽德文喎。係佢噏一句，你又讚你係自己咁樣喎。嚇！我先我鬧我先我。哦，咁即係今日帶埋仔仔過嚟嘅。係咯。係啦，謝。人真係 so callie 啊！依度對咗韓文，嗰度對完德文，頭先。哦。五國語言是話，我知道你所跟我說過。學一個話嚟嘅，有時去到邊度就學邊度嘅話。咁我哋考考你好冇啊？佢好驚啊！睇下你哋康家喺你康家嫁咗過嚟咁耐，學唔學到啲地道嘅廣州話 ？OK。計時開始。守瓜。守瓜。喺邊度？搜瓜錯嘅，日頭太陽啱嘅，晚黑咧咁晚上哎呀咁容易，尋日係指昨天哇，慢工粥係咩嘢？慢工粥就是某個就滿足的粥。加餐知唔知係咩嚟？加餐家裡的橙子。錯嘅。我點知啊你？其實目前為止最高分啊，答對三題300分，然後補習一下剛才的幾句啊幾個詞語。手瓜起剪啊，胳膊那個手啊，蘿蔔。咁盲公竹就是睇唔到嘢嘅盲人，攞支竹過嚟動下動下。瞎子。盲人。盲我以為係咩盲人啊？架撐你就冇理由識㗎啦，架撐咧就係。廣東人講屋企嘅工具，咁啊，如果以我嚟比咧，呢個就我就俾1500分嘅。第一俾咁高咧？啊，咁啊，第一咧，佢答中，佢頭先一題都答唔中嗰啲都有1200啦。答中三題起碼都加300啦。哦，乜算啊？我俾佢1300好啦。又講價？唔係講價，因為點解咧？佢好強啊。嗯。佢外來媳婦。康家嘅新抱嚟噶嘛？咁啊已經減咗佢。如果作為西關人家嘅新抱，咁嘅粵語水準咧，本來就1000都唔值嘅。唔係喺度拍咗10年啦喎。係咪10年喎？哦，咁又要減100喎。又要減嘅喎，係咪先？咁啊好啦，中間落墨啦，一錘定音，1400啊。OK， 1400分。多謝曬。繼續努力。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即將請出今日嘅第四大學員。呢位仁兄咧就好厲害嘅，佢通常咧就坐喺嗰邊嗰啲位，即係而家兩位老師嗰啲做評委。哇，今天完全是身份倒轉。係啦，好多人就話佢把好好讀嘅。對，毒舌。咁但係今日咧就唔到佢讀喎，都唔講廣州話喎。係喎。用廣州話讀唔讀咧咁樣？就唔知啦喎。馬上請出著名音樂人舒蘭達斯。馬上請出著名音樂人舒蘭達斯。歡迎。Hello， 師兄。唔係，依家唔係老師，依家係是選手。沒有，在我們心中永遠都是。對對對，我們用廣東話先介紹一下自己。來來。嚟到呢度咧，我要表示對廣東觀眾的喜歡。廣東話。我唱啦。我唱一句啦。哦。一山何求？嚟珠江碰到太一太，没料到这一太惊异。
你我的所有。哎呀呀呀，你知道吗，黑男老师，我终于放心了。你知道怎么讲吗？因为我觉得你的广东话其实好犀利噶。唔系，我肯定叻过我嘅。好烂嘅，你广东话，我同你讲啊，我真死嗰啲电台啦，因为我老师都系电台嗰啲黄医生嚟嘅。哦，即系陈之友都系你嘅问题喎，黑老师吓，你点解咁多电台节目你唔听，专听陈之友讲嘢？因为谭志豪有名嘛，佢系明星嚟噶嘛。可能你啊，阿克林老师咧晚上比较寂寞，冇乜节目嘅，唯有捻开个收音机。系啊，阿谭志豪沟通沟通。如果你哋早啲做呢个节目，呢个节目咧，我就好好多噶，唔会咁样啊！你哋唔好晒姜啊！依家又粤港夜店啊，又演生，仲有唔下。好啦，咁啊，阿林老师，而家到我考你咯，30秒计时开始。嗯，翻风落雨，就飞翻风落雨，就是又吹风又下雨。系啱嘅，炒更咩意思？炒更啊，蛇嘅嘢。错嘅，行雷闪电。就是哭的，你想怎么着？你冇喊啦？哦，错嘅。地胆系乜嘢？乜嘢？地胆哥。弹跳咧？弹跳啊，好熟啊！弹跳，我识啲，唔知点讲。哎呦喂！弹跳唔识啊！仲有冇啊？冇啦，够啦。只答对一道题目，就系翻风落雨啊！翻风落雨，炒更你都唔知咩？系咯，炒更啫。经常拍炭，今晚点啊？拍炭啊！更炒啊！做兼职，地胆又系唔知咩意思？咩意思？嗱，譬如我咧就系广州嘅地胆啊。咁你覺得係咩意思？我係廣州嘅地啊，我知地啊，這是你的地頭嘛？地頭蛇，地頭蛇啊，地頭蛇。北京就是我們南哥的地頭了。對對對，那是我的地兒。好，彈跳佢都未答到係嘛？彈跳冇答到，但係佢話佢唔知諗起啲咩。彈跳是那個彈杆，也就是扁擔。扁擔，哦，扁擔的意思。哎呀，鄉下應該多啲去啦。都係未見過係咪？係未見過。唔錯㗎啦，我認為佢北京人嚟講廣州。老師啊，你真係好啊！啊，但係佢係老師級咧，我哋又要減一百。再減一百。係，咁啊，咁但係佢答到呢個翻風下雨有下雨。喺度，佢又加翻一百。落雨啫喎，唔係下雨喎。佢話翻風落雨啫喎。最後，俾多啲獎啦。1000。哦。三。啊，1300。1000。多謝。多謝。繼續努力啊！歡迎黑藍老師。識少少扮代表，選手答題前先嗌100至500分，答對題目可獲得所押分值，答錯倒扣相應分數。每人有2次求助机会，包括求助现场亲友团、电话求助，求助一次求100分。首先挑战有我哋头先歌唱得非常之好嘅哈荣，演技派。我几大就几大，烧麦就烧麦，好衰咁样。好啊，死啦！死啊！你死！运气题的意思就是，你有额外嘅200分收入，加又加多200，扣又扣多200，所以而家你嘅起标其实系600分，明白啦吓？睇睇呢条题目系咁讲嘅，粤语俗语入边有句说话叫十月借头就甜到尾，咁样十月乜乜就起心咧？四个选择 ：A 胶笋 ，B 萝卜 ，C 芥菜 ，D 节瓜。节瓜系其实系咩嚟？吓？节瓜系其实系咩嚟？节瓜系一碌嘅，上边有啲毛噶，我嚟滚咸蛋汤好好饮。可能都系哦。系，就作为外国人，又要说普通话，又要是说粤语，又要说到那个，还要觉得岭南零食文化。冬吃萝卜，夏吃姜，10月份的都到了冬天了，系咪啊？哇！哎呦！哎呀，老伯咯，咁老师提醒啦啊 ，B， 哎呀，嗱，我哋试过好多次咧，就提水嗰啲全部都毒害你噶，几大就几大咯，系咯，几大就几大，紧咯，算了，我就听他的，我同你讲啊，紧紧 C， 你个人真系咁毒嘅，我真系睇唔出啊，三月芥菜起身，
你講緊咩啫？你你識唔識講白話嘅？哎呀，真係啊！係啊，唔識講人。唉，雖然佢破聲，我覺得，但係佢嘅白話真係咁唔係，但係咁佢都起碼幫你排除咗一個誒正確答案啦。好，咁樣嘅話啫，好，係嘛？決定啦。嗯，揀咩 ？C， 你唔使問人咩？唔係，確定啦，係嘛？決定。最後答案係 C 咧。對了，加600錯了，扣600。究竟正確答案是？啊！點解？你幫佢答啱咗，佢加600分，對你有咩？有啊。點？有咩好處？他開心啦。小星星，我同你講，這句話呢，我知道什麼意思。這句話現在就是他的心情，而家佢睇住佢就係十月怪才起身嘛。你知唔知十月芥菜起身系咩意思嘅咧？唔知啊。咁听下我哋考官。O K。十几岁嘅女仔咧，开始对异性有咗幻想。十月芥菜起身就形容嗰啲女仔成春心动嘅意思。哦，咁个意思。所以夏明，你明唔明白？明白。佢唔单止帮你答啱咗呢条题目，并且系藉住呢条题目向你表达咗心意。系。你要明白。节目好联络。好啦，嚟到你啦，咁就几大就几大，小米就小米，我啱，嗯，500分，500分，停。俗语题，请问以下边个词系有住富贵不外露嘅意思嘅呢 ？A. 吹糠见米 ，B. 禾杆冚珍珠 ，C. 死鸡撑饭盖 ，D. 煲冇米粥。B 那个是什么珍珠啊？禾杆冚珍珠，糖是一个菜嚟噶。珍珠不好吃。仲咩问啊？问完就好简啊。死鸡又是一个菜嚟嘅。点解？又系菜。系啦，就是用猛火烧只鸡。鸡都死了，怎么吃？啊，是用猛？难道你要吃刺身吗 ？No。史密达，刚才人家有恩于你。你现在回报一下了，嗯，婆不婆亏？我觉得，个人觉得是 D 吧。嗱，而家患难见真情啊！嗱，头先咧，你就俾个正确答案佢。如果佢俾個正確答案你咧，就接接受你哋就可以結婚啦。如果你可以結婚啦，如果係專登點條黑路你行咧，咁就唔好俾電話啦。你哋怕散拖算啦，係啊。有志。好啦，時間到啦。我覺得咧，呢個珍珠它是一個考據嘅。珍珠唔係考據㗎，珍珠好大粒㗎，點會考據？唔係啊，米好便宜嘅。好便宜？你所謂是四川話？對，死雞唔細。揀 B， 所以答案 B 對嗎 ？OK， 來看到底禾杆冚珍珠係咪財不外露嘅意思咧？哇！答對了，加500。咁啊，兩位解釋一下啦，禾杆冚珍珠喎。禾杆咧就打完嗰啲禾杆粥係最平最賤嘅，但係用嗰啲最平嘅嘢嚟冚住一啲最貴嘅珍珠，所以就富貴不外露啦。吹糠見米就話撥開咗個嗰啲表面好差嘅嘢，見到就見到啦，見到米啦。但係米都唔係富貴，係一個人都食得起嘅。死雞撐飯蓋就完全唔拉楞嘅，嗰只雞咧，雞死咗之後咧，只腳係唔會縮埋嘅，死人都硬到行嘅，咁啊充撐場面嘅啫，最多可以稱為。煲冇米粥就更加都連落米都冇啦，咁點會係富貴咧 ？OK， 多謝兩位老師。好啦。接下來啦，幾大就幾大啊！燒賣賣燒賣，我又唔知邊啲好啊！中間嘅係幾多？200分。200分啊！嚇，差唔多，差唔多。好低調喎。太低調啦！唔好咁大膽啊！我。你如果咁樣啊，你無論答啱答錯，你都一定落後過佢兩個㗎啦。係喎。唔緊要啫。好啦，咁嚟啦。快啲。停。出現過。死蛇爛鱔係形容一個人嘅乜嘢狀態 ？A. 丟三賴四嘅樣。B. 態度惡劣嘅樣。C. 懶洋洋嘅樣。D. 面目可憎嘅樣。使唔使請啲人幫你答？暫時扣100分啫嘛。請我，請我五十。
你又五十？係我五十。哇，咁多咁點請你啊？係咯。咁你更加冇可能請嗰邊啦，請咗佢扣我百定翻百。咁多。你請我啦，請我分一百。免費。係啊，我哋係好朋友啊嘛。你幫下佢啦。你話係點啊？啲蛇都死咗啊嘛，咁樣。係。你諗下啦。A B C D 係啦，你諗下啦。我諗下 A B C D， 唔係係諗啊，我諗住啊。我諗得到唔使求你啦，係嘛？哦，就 B 又點 ，C 又唔啱啩？呢個 A 定係 B 咧？我話點啊？等等，你就咁樣判斷嘛？咁樣判斷嘛？頭先阿周星馳嗰個樣子最似到 A B C D 邊個答案啦？我咁試咯，好啦，依咁講啦。點解你個人咁樣嘅啫，戴安娜？你又要問人，到最終你又唔揀，咁你真係得罪啲嘉賓啫。即係先咁啱，我就話啊，都係我聽你嘅，我唔啱唔啱，你聽自己嘅唔啱就算啦。就算啦、哦。答案係 C， 懶洋洋嘅樣，啱唔啱？恭喜戴安娜加上200分。接下來看看我們黑男老師的發揮啦。幾大就幾大，要買係縮買。500。好。好啊。啊，唔該師傅喺度停一停啊。OK， 網恭喜戴克蘭老師，你揀到嘅題目係網友出題，屬於最飄忽嘅一種題目。粵語俗語入邊有一句叫做天上有雷公，地下有乜嘢咧 ？A. 叔公 ，B. 外公 ，C. 舅公 ，D. 白爺公。乜嘢啊？白爺公？白爺公咧就依度現場係有兩個嘅。啊！喂，阿克老師啊。係。無啦啦佢走去話你係白爺公，咁啊唔係幾好嘅。不過原諒佢啦，好嘛？係啊。OK。其實呢句説話就係天上雷公，地下就係你屋企最厲害嗰個。哦。啊，我叔公死咗，外公啊爺，外公死咗。都死咗。舅公咧？我唔敢睇兩個老師啊，所以話咧呢三個我都唔揀，就係 C 啦。舅公，舅公 C， 天上有雷公，地下有舅公。呢個答案係啱唔啱？放放手先啦！放咩手啊？要放你放先啦！你放俾翻棵樹我咩？要放你放啦！你放手我放。你放棵樹我噶，你俾幾塊？哎呀，你哋兩兄弟吵乜嘢啊？有咩慢慢講啊嘛！入嚟先啦！咩事？村長你知唔知啊？阿細佬佢咧話要同我爭棵樹喎，喂爭唔緊要啊，呢個關乎我家族中嘅地位噶嘛。棵樹阿爸留俾我噶，棵樹係家族嘅象徵嚟噶，點可以俾你啊？阿爸幾時有話留過俾佢啊？嗱，最緊要一樣嘢，我身為長子的孫，呢咁有意義、咁珍貴嘅嘢，係咪應該留俾我先？自古嘅習俗似乎係有咁樣嘅規矩。阿爸，你死得好慘啊！想當初。我同佢爷爷喺棵树度玩游戏，依家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啊！村长，真系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噶吓。系啊，气很好啦，不过咧有啲过得火咯。佢以前啊，咪日日口口花花咁样氹老豆，前呃咗咁多财产翻嚟啦。我告官啊！告啊！睇你个样咧，真系越睇越想打你，真唔讲钱，打佢真系。一手肥肥做乜嘢要打交先得噶？好，我都讲，讲，讲，你坐坐坐坐坐啊！咩事咁嘈啊？舅公你有所不知，我嘅細佬咧，乜都同我爭，就連棵樹都唔放過喎。係啊，舅公，屋企嘅身家一人一半噶嘛，點解棵樹要分俾大佬啊？一棵樹？係咯，一棵樹咯。係啊，一棵樹都嘈得一餐二餐嘅。即刻去睇下棵樹先。唉，舅公，舅公，唔使麻煩到你老人家，叫啲男丁去做咪得咯。嚟，人嚟。呢棵樹啊？係啊，係啊。舅公，棵樹咧，我就為咗紀念阿爸，但大佬咧為咗個開花結果攞去賣錢喎。你講咩？哎呀，收聲啦！等舅公講埋先，即刻嗌人嚟攞把斧頭斬成兩半。
嚇唔得舅公，踢咗棵樹民值錢咯。係啊，冇得商量啊！正衰仔，正衰仔啊！舅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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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哋兩個唔好追啦！有冇聽過天上雷公，地下舅公？舅公講嘅説話就好似天上雷公一樣，一言九鼎嘅。你哋兩個都係乖乖地聽舅公話，劈開兩半，攞翻屋企燒柴啦。係，冇問題。仲衰仔嘅啫。500分，两关过后，目前的积分状况是李夏蓉1800分，子如1700分，戴安娜1600分，黑男老师1800分。哇！恭喜两位哇！对啊，第一次出现双冠军喎。系喎。咁点办啊？一起啦，我们没什么多奖品多了。夏荣先，我哋有四种水果，你挑哪个水果？橘子，橘子，橘子在那边。好 ，OK， 先不打开好不好？好，一起打开再会，好不好？好，来，那么黑男老师，你挑哪位？我好中意荔枝啊。好，在我手上的是黑男挑的。好似我哋两个交换。冇交换啊。交换成睇下你嘅。我边度攞过嚟？呢边啊。系啊，睇下你。我呢个系夏荣嘅系嘛？系咯。嗯。韩国朋友，你拿到的礼物是？里面是泡菜，我知道泡菜。韩国好似唔系兴啲咁嘅嘢嘅噃。泡菜。日本嗰边先兴嘅噃，系嘛？鞋啊！草鞋。哇！都几得意喎。我覺得節目組好有心思咯，知道你韓國朋友專門送啲好有中國特色嘅禮物俾你。寓意是什麼？他一直在找黑男老师这样的老师，踏破铁鞋无觅处，这是草鞋，得来不这是草鞋。哎呀，你这样的踏破草鞋，对，得来不如费功夫啊！来看看我们黑男老师的是，喂，感谢信啊，美和玛莎造型是4000元的现金消费券。好啦，两轮过后，暂时领先嘅有黑男。同埋李夏榮，不過分差唔算好大，仲有兩彎有得追，即刻進入呢一彎。手快有，手慢無。手快有，手慢無。現場吹腳表演中有若干道問題，四位選手搶答，每題有一次補答機會，答對一題得300分，答錯倒扣100分。唉，隔離村啊，老王種草莓，打開個門口俾人任去摘。哇！啲生意不知幾好，我啊種荔枝，又係打開門俾人摘，點知係陰咁靜，唉！日日咁樣望天打卦，睇怕啲荔枝未嘔爛，我都嘔爛啦。cut！ 頭先台詞入邊出現嘅望天打卦係咩意思呢？準備好，3、2、1，搶答。子如，望天打卦，看天說話的意思。那看天说话是什么意思？看天气，看心情。我告诉你啊，就是看着天气很好就挂起来。这是太极。那如果天气一般呢？打什么拳？就打蛇拳。今天天气好，我们就有的生意做。今天天气不好的话，我们今天就关门。错的。抢答继续。三、二、一，抢。黑男老师，哎呀，几惊佢答咗啊嘛头先，哎，就是很害怕，好惊啊，佢即望天咧，就系我做嘢之前咧睇下，如果啊天气唔好，完啦，今日点算咧？系啦，忐忑，哎，望天打卦系打卦是忐忑，黑男老师的这个答案是。错的，要扣100分啊！到底望天打卦系咩先？稍后时间解释，我哋小品继续演。唉，唔得，谂下计先得。哎呀！哎，奇怪啦，应该快到噶啦。导致个草莓园喺边啊？我已经行到好攰啦。导航上面话咧，行快两步就到噶啦，我哋行啦。诶，两位靓女，你哋好。哇，非常之幸运，成为我哋个荔枝园1001位顾客。
今日咧有特別嘅禮品送俾你哋啊！老細，家陣咩年代啊？仲攞呢啲廣告詞嚟呃人嘅？哎，行啦，唔好理佢。喂！你咪走。唉，睇你兩個挑通眼眉，啲人呃得到你哋啊！咔，挑通眼眉，乜嘢意思？三二一，搶！怎麼又是你啊？非常漂亮、非常聰明的意思呀。呢個答案係錯嘅，搶答繼續。拜拜。Diana，終於到你。啊！我都要講下嘢咯。你係為咗講嘢所以禁制係嘛？其實你唔識嘅係咪？哎呀，戴安娜，咁輪得到啲仲之歡啊！哎呀，點算啊？即係咁啊！佢係話你哋兩個女仔點解唔明我個意思？我講嘅係啱嘅，你哋兩個都唔啱。點解你哋兩個都係一樣諗嘅？都諗法都一樣。翻去食藥啦！翻去食藥啦！乖啦！咁我救唔翻你啦喎！毫無疑問，毫無疑問，一個唔知啱乜嘅答案一定係錯嘅。你俾分啦！你話係啱嘅就得噶啦。唔係啊，表達有問題真係唔知你噏乜啊！你得閒多啲嚟我屋企食飯，教我哋講中文。唉。我簡單話俾你哋聽，挑通眼眉其實解釋非常之簡單，就是很精明的意思。就是很聰明嘛。精明。啊，靚女，唔知有冇聽過一個荔枝三把火？唔係，係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辭長作嶺南人。咁熟嘅呢首詩邊個噶？苏东坡啊，美人，嗌咗你平时睇多啲书噶啦，真系丢架。咔，丢架又系乜嘢意思？好简单噶、啊。一二三。丢脸。丢脸的意思。你够胆嚟坚持？丢架系咪丢脸？都唔系丢脸啊，系丢架啊。呢个字牌喎，近喺。丢脸，丢脸。丢脸啦！我不丢他的。丢脸！我唔听老师。答啱加300分，呢条题答得系啱嘅。哇！啊，靓女好嘢，有文化，果然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啊！啊，你都知啦，连大文豪苏东坡啊都话荔枝好嘢啊！而家五六月份荔枝当造，唔入去摘翻两粒啊，对唔住自己啦，系嘛？咳。荔枝當造，當造又係乜嘢意思呢？準備搶答，三、二、一，搶。當造咧，就是應季的，就是這個季節的，嗯，適令的、適當的，嗯。嗯，你覺得啱嘅呢個時間嘅、嗯？你覺得呢個答案有百分之幾係啱嘅？百分之百係啱嘅。嗯，有信心。我同意。100%是对的，恭喜金丹老师加300分。来，咁听落都可以考虑下喎。但系我哋唔系嚟摘荔枝吗？唔使谂咁多，摘乜鬼荔？你就系要摘荔枝啊嘛，系咪先？你而家唔摘，几时摘啊？快啲嗱临去啦！而我哋搞紧特价，二人同行，一人免单。哇，咁實就咁話，哎呀，摘荔枝好啊，摘荔枝啦！你快啲！唉，就陰公趕到口水都乾，卒之俾我搞掂。你話正王哥摘唔摘翻兩粒咁啊？摘，我星期日嗌全家嚟摘。你留定兩棵荔枝樹俾我，多謝曬你嘅精彩演出。謝謝。最後嘅一條題目係咁樣嘅，頭先佢講咗句卒之，都有人摘荔枝啦。卒之係乜嘢意思咧？三二一，搶！好簡單啊！希蘭老師，有點智慧給啲後生啦、啊。你真係執到了！唔好扮嘢啦，你又搶到啦！捉之就是，捉同埋中魚的中是一個意思啊，之和魚是一個意思，所以它是中魚。啊，中魚。中魚其實也是最後的意思。中魚是對的。希蘭老師拿到最後的300分。
好啦，咁呢個時候就要聽聽我哋老師解釋啦，包括頭先最難嘅第一個望天打卦嚇，搞半日冇人明白嚇。望天打卦是一種非常無奈、非常被動的，只能夠睇天，亦即係講同聽天由命有啲類似，係啦，有啲類似。但係佢個聽天由命咧，就比較長遠一啲嘅，嚇、啊。望天打卦咧，佢係無期嘅，佢究竟我幾時先做得到？佢完全被動嘅。就以前算命先生咧，就同人算卦、占卦算命啊，嚇！但係如果佢淨係睇個天嚟到打卦咧，即係證明個算命先生冇本事嘅，冇解，冇得解釋，所以佢哋望天打卦嘅意思咧，係一種非常無奈嘅、被動嘅聽天由命之意，好無聊咁喺度等。聽天由命，靠天吃飯。對啊。挑通眼眉咧，就有多少帶有後天嘅，即係有啲擦眼觀修養。嗯，哦，係挑通個挑字係主動嘅，所以好多挑通眼眉嘅人咧，佢係善於轉型，轉型嗰啲人術人際啊。咁我哋通常咧都講呢兜友啊，挑通眼眉㗎講，嗯，睇嚟又讚。又有大有啲咁多扁，嚇、啊！即係話呢兜友都幾有心術啊！呢兜友，嗯，即係嚇中性詞啦。對啦，哇！希蘭老師突然間最後幾條題目好似跑馬咁跑上嚟喎，嚇！咁、啊、到目前為止積分係點樣？我哋睇睇先。李夏蓉2100分，子如1500分，戴安娜1500分，希蘭老師2300分。哇！好粒粒當秘笈。第一轮选手一向考官一描述物品，考官一传话俾选手二，选手二再传话俾考官二，考官二正确猜出物品，两位选手可获得500分，答错唔扣分。第二轮两位考官与剩低嘅两位选手位置互换，规则相同。好啱啱啊，当秘笈啊，今日啊黑蓝老师打球阵嘅，睇下佢睇到嘅呢样物品到底系乜嘢，嚟有请。哇！哇！唔該你形容俾阿夏雨老師聽啦。呢樣嘢咧係喺水入邊遊，係可以食嘅，係煮好翻啊，蒸好啊，食可以食。OK， 得嘅。OK， 好得，冇問題啦。好清晰喎、啊。除咗未講品種之外，呢樣嘢咧就喺水嗰度遊嘅。油而且咧煮熟咗飯之後咧，可以攞嚟做餸嘅，可以食嘅。好，明白。可以四係餸，係餸飯係食餸嘅，咁食都得噶。你唔食飯食餸都得噶。好，下一個嚟啦。都嘢。呢個嘢咧，係水裡有嘅。喺水裏邊遊。誒，煮餸飯之後咧，餸飯嘅。送飯嘅，我問佢咧係四，可唔可以四啊？唔可以四，係送飯嘅，係送飯。即係攞嚟送飯，但唔可以食，係啊。水你可以有嘅，有嘅。即係估計陣味係好近嘅，你就望住佢咁就喺度爬，但你又唔食得，係啊，哦，明啊，出嚟咁啊嘢，係。送飯。有咩可以攞嚟送飯，但又唔食得嘅咧？呢個就係、是。如果我覺得就應該是一個女人，美人，一定是只有呢種符合你頭先講嘅所有嘢。水泡，水泡，點送飯呢？修飾可餐啫嘛，睇佢個水泡可以個靚女攬住水泡。哦，即係鎖定打啊，鎖定水泡，水泡，水泡，嗰個攞水泡上嚟啦，睇下啱唔啱先。哦，来，究竟是不是水谱是什么？三、一、二，呢个水谱都好细个。哎呀，阿宇，好啦，嚟，过嚟，过嚟对质，过嚟对质，嚟嚟嚟嚟嚟，话唔食得嘅，你讲系嘛？呢个送就系差嘛。猜梗係食得啦，有咩菜唔食得？佢話唔食得，佢話唔食得。不好意思，無法加500分。OK，
胸有成竹的夏雨老师，度一度先，到底怎样向丹娜解释这一样的事呢？点解释佢都会讲咗第二样？系啊系啊，咁就简单啲嘅，简单嘅植物嚟嘅，种出嚟嘅，食得嘅。广东人都称呼佢话好嘢，咁就会有呢个词。哦 ，OK， 佢就话 OK 嘅。嗱，呢样嘢系植物嚟噶，啊系种出嚟噶，咁啊可以食嘅嘢，啊广东人咧用呢个词。代表是话好，哇！记性好好，你真系好嘢嚟啊！嚟咯，嗱呢样嘢系种出嚟嘅，种出嚟嘅。广东人话好嘢嘅，绿色嘅，仲加埋一句，种出嚟嘅。广东人话好嘢食得嘅，绿色嘅，抵咗。好，好嚟啦。七十几岁系咁噶啦，系种出嚟。跟住广东人话种出嚟，好好好咩咧？嗰个咩咧？又系种出嚟，绿色嘅。三嗱，俾到咁嘅贴。二唔识啊，冇办法啦。知唔知？西瓜。西瓜 ，OK， 嚟啦！好西瓜，哇，癫到西瓜咁样喎！好西瓜，知唔知？西瓜，西瓜 ，OK， 嚟啦！好西瓜，哇，癫到西瓜咁样喎！好西瓜，好西瓜，俾佢睇佢未知咩嚟啊？咩嚟啊？你讲得出当你赢，唔好嘈，唔好嘈，唔好嘈！你讲得出当你赢，竹子。竹子，这叫笋。嗱，我头先咧就同阿夏雨老师咧都研究咗下嘅，广州人叫呢样嘢咧就叫莴笋。好啦，好。咁啊，呢弯过后亦都系答唔啱。唔好意思，加唔到八分。终极比分排名：李夏蓉2100分，子路1500分，戴安娜1500分，最高分黑娜老师2300分，恭喜晒！计时。开始，好马虎，走吧。下一位，下一位。好斯文，哇哇哇，好厉害呀！好，可以。两个。你两个过来了。双人转呢。再去，再去。加油！黑丹老师拿冰箱嘛，拿洗衣机啊，10秒钟。记住，翻到嚟啊，翻到嚟啊。翻来啦，翻来啦。翻来食饭。如果一个人能搬着冰箱跨过我们这个波波池，送给你，送给你。哎呦！收完鼓了。十。哇！九。八。你搬多台洗衣机翻嚟，我俾埋你，冇问题。哇！女孩子们好开心啊 ！Come on， 我唔信佢搬到翻嚟。你行不行啊，戴娜？妈妈不要勉强我啊，呢啲嘢好简单啊嘛。女汉子，开始啊！哇塞！我觉得大家在奖品面前绝对已经是不就是一个洗衣机、一个冰箱吗？啦啦啦啦啦，来试一下啦！来，哇！哇！你点可以攞得起噶？喂，小心点，小心！哇！真系好重啊！你好犀利啊！咪系咯！哇！掂到粒仔啊！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要感谢我们的造型机构 Divas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谢谢。
越講越掂，逢星期六晚9:09，睇下你掂唔掂。下星期再見。拜拜，謝謝大家，謝謝夏雨老師，還有我哋嘅多爺，還有我們韓國的朋友，謝四川的妹妹，黑男老師，真的。招呼唔到，招呼唔到嚇，想魚豬啦，飲多杯嚇，招呼唔到，招呼唔到嚇。